咱们中国人就这样任人歧视，被人觊觎，由人宰割。我为这个，正是为让民众获得幸福，为民族争得尊严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何？そうか。无论是谁，要是敢亡我国家、灭我种族，我们都跟他们决战到底。当今世界列强，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？中国岂能不思革命？我们该回国了。流亡
伤口，怪我今日上瘾在手。